欢迎各位老师来到 MySmart ABC 的老师账户。有时老师都需要找出一些欠交功课的学生，鼓励他们补做功课。那怎样可以找到他们出来呢？首先进入 Missing Homework Report。这份 report 是一个方便老师可以找出未能达标或者欠交功课的学生报告。例如我是教 7B 班英文科的老师，我要求同学每个星期最少完成三份功课。首先选择班别 7B 班，然后按 Next。 例如选择上星期的学习时段，再输入目标功课数量三份，然后按 Generate， 报告就会列出未能达标的学生名单。老师是可以随时以不同的 format 绘出整份报告，例如 Excel， 或者可以找教学助理协助分发给各科任老师，以便跟进学生的学习进度。如有查询，可以致电香港区电话852-2851-3822，或者澳门区电话853-6261-6000，同我们联络。多谢各位老师。